滩板丢手绢哟。给大家说一下规则，搭档二人必须用指定的姿势追逐，然后选择另一队搭档其中一名给他戴上泳帽之后就可以开始追逐，追到的队伍或者是逃脱追逐的队伍都可以积一分。明白了。第一名可以得六朵花，第二名是得四朵花。你想第一名的位置没有那么稳了吧？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稳了呢？主要是这六朵我们都放不下呀。哎呀，就是能不能把孟佳姐那个移开，把我们的放那边啊？好，现在来看我们第一个指定的动作。三步一甩。不行不行，我的老腰不行。一二三，走。懂了，三步一甩，三步一甩，谢谢何老师。我可以说一下我的私心吗？请说。哦，就是我好想看老秦的我们的迪哥，可以哎，可以先让他们演示一下，可不可以？不用，我觉得派他们首发就好了。真男队一定要首发呀。我们第一组要派出的就是我们的真男队。如你所愿，你看见了，马上就能看见。来吧，首发就首发。好，来，真男队请到这边练一下，练一下，赶紧可以练一下。来来来，大家都起来。往左，往左。一二三四四。哎呀，挡着了，走快点，步子大点。一。然后。一二，这个脚往前。啊。对呀、啊。哦。对呀、啊，反正就这样吧。报告。哎。那喜欢剧组啊，啊、嗯，他们迈一步相当于我们迈三步，太吓人了。我刚看他们练习，我都害怕，两个腿都好长。但是看到江疏影他们这边练习，我一下心情都愉悦。他们说的是，他们练一半说，哎，就这样吧。好的，那就这样吧。知道弄谁了？好嘞。哇，他们丢啊？对。好，我们来这边，来到身后，来到身后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现在请选择你们要砸的人。这要这样好拖一点。棒棒棒棒棒，超级重！哇哇哇哇哇！要跟上我，待会儿跟着你呢。我超级重。哦，冲我来啊！冲我来啊！往前看，往前看！冲我来啊！爽。哎，我们要走一圈是吧？不用吧？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随便你。掉头了，掉头了。所以你们最终要选择的是，往前看。准备哈，准备哈，顺时针跑。一二三，快跑快跑！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二三。这是你的搭档，他并不是个道具，他直接把老秦甩在地上的，就是中间老秦为了保持平衡腿一翻踢到江江的脸。我一脸的沙，关键我还张着嘴。而且我要说一下，江江姐她全程是被这个伯谦哥给牵着，然后她的头呢，她不是像这样的你知道吗，她是一下马上就回来了。很丑吗？这是个骂。
你跟你有在下腰吗？我在下，完全看不到你在下腰。你是下头。哎，我的老腰。好，所以刚刚真男队逃脱失败，江江和马伯骞他们积一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扎心组合是可以来选择这个砸水球。砸他跑得太快了，会砸慢的。谁慢呢？那有可能有一个腿长，有一个腿短，他们跑的就不快。有可能有一个腿长，有一个腿短，他们跑的就不快。他们的会议记录我要给大家说一下，有一队有一个腿长，有一个腿短，跑不过他们。注意一点。好，弟弟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。请准备。不可以，杨小丁。姐姐平时怎么对你的？不可以。你站这边。弟弟选择的是。哎呀，你好绅士啊！还有手法的。快走！一二三，倒！来，得倒！倒的时候不能动，好。三倒，得倒，最后倒一次，好，坐下。啊！快坐。好，坐下。坐下。恭喜弟弟队逃脱成功。然后我要跟江江姐纠正一下，你们赢的规则不是坐下来，是抓住他们。我看江江姐直接一屁股就坐下来了。他们坚持是用头仰下去，不是应该这样吗？那这样太耽误时间了。把你厉害的。接下来我们要换动作哦。我们第二个动作呢，是要用泳圈套在你们两个的中间。你俩是不是套反了？啊，这样也 OK。他不是两个槽吗？哦，行，你怎么说我们是对的？他们是对的。哦，是我们俩套反吗？哦。然后这一轮呢，我们就不用跳探戈了，我们直接丢下去就可以直接开始跑。好，首罚的是彭冠英和王楚然。打你们。我们砸。对，你们砸。我们砸是吧？我们砸谁呀、啊？来，冠英哥，楚然姐，看着我们友情的方向。不是，你不要在我后面，楚然，你先过来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到这边来。好，楚然哥准备了。没有，第一圈怎么可能呢？对啊，怎么可能呢？我会这么快做决定的，我还有力气。好，他们现在在游走，这个真的是，你们准备好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砸下去哦。江疏影吧，江疏影。楚然，你真的跑得好慢啊！何老师怎么跑得这么快？
哎，你长大长腿有什么用？叫你们不要砸。你们俩怎么跑的途中在转圈呢？怎么在？没有，因为那个冠英想要保护楚然，他发现楚然落在后面了，他想保护他，这个他转过来速度就更慢了。是。好，恭喜我们的何老师积一分。来吧。好，来何老师领取一下水球。疯狂的跑。我不是要砸你，我想给你们一个得分的机会。哎，我们怎么得？就是你们赢我们就有分吗？哇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们就有机会往上穿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来了啊，好，大家配合一下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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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跑！快跑！还让一下，我们要抓住他们了！抓住！抓住！走！走！哇！有动作没气了，太好笑了！我发现我们牵的手一块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！你别看他腿短，真的，他起速是真快呀！刚刚真的是给我们机会了，真就是啊！现在你可以发球，你只要赢一个就。我起速太快，他摔倒了。我刚才知道谁慢了，嗯，有人真的很。有。好，准备啊！好，迪哥这轮已经有目标了，对不对 ？Sorry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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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秦特别像那个汤姆抓住了那个杰瑞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只觉得我们的队腿长，其实我们队手也长。哎，最好笑的是，你们砸的是彭冠英，但水全在楚然脸上。砸偏了，砸偏了。彭冠英站起来就抓住了我。他好像没跑，你跑了吗？刚才？我觉得你只是屁股起来了一下。好，最后一轮是我们的彭冠英和王楚然来砸这个水球。我们砸，扔我们，我们一会儿往那边跑。扔我们。扔我们腿长，其实我们队手也长。快坐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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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下。好，逃脱成功。啊！应该先走这个，没事，坐吧。好快呀，两组都。
他们好快啊！好快，我跑不动。好累。你们两队都是那种，男孩在飞奔，女孩脚不着地。加油！加油！耶！耶！老有这花活，你这。开始。那个别抹红头自己队的人啊，他知道呀。好，我们的静怡已经站上了油彩，我们第一轮滑溜溜追逐赛即将开始，现在可以选择你的目标。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肯定是我。丢啊丢啊丢手绢，把你放在小朋友的后面，大家不要告诉他。快走！来，由我们的老秦来追逐静怡。追了，追了，追了！快走！小秦，快点！老秦，记住队友实力。快走！好，就已经快要抓住了。但是老秦好像在放水呀。还有一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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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，静怡！加油，静怡！哎！啊！好，现在好像陷入一个死局。老秦，不能这样，你要不让着人家是吧？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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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，还有一圈！快快快快快！加油加油，小心！老鹰捉小鸡。老秦，小心啊！我很怕你这玩脱了，别掉，别掉！哇，厉害！哇，他能连续跑那么多步，这歇会儿累了。玩不玩了？他们玩的好像另外一个游戏。你们俩玩够了吗？你是觉得我看不见你吗？他还在那边缓了一下。捉迷藏，他还给我捏手捏脚了。干啥呢？好了好了，你再玩一轮来，你再玩一轮。好，恭喜我们的老秦抓住了张静怡，所以我们蓝队积一分。哦。银纺代替我们张静怡作为我们红队的队员出战。呵、啊，还调色，好复杂呀、啊，还要调色。看谁最不能跑。放在小妹子的头。哎，哎，这帮助好吧？小心啊！我丢。好，开始。好，开始。第一个追逐我们的银纺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加油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两圈，两圈，哇，杨迪跑得非常的快。加油！哇，杨迪跑得非常的快。哇，银纺好像的。哇，还有一圈，还有一圈，还有一圈，就快抓到了。哇，银纺摔倒了。起来，银纺起来，快跑！啊，迪哥，迪哥，迪哥！哇，迪哥，迪哥，快跑，快跑，快，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，快，还差一点，还差一点。坐到位置上就赢了。坐下，坐下！啊，摸到了，摸到他的胳膊了，来了！好，很遗憾，最后一秒抓到，但是他摔倒了，没有抓住嘛，对不对？怎么还要抓住呢？要抓住我？丢手绢你是要抓住呀，对不对？抓住哦，那可惜了。这一局是银纺进攻成功，红队积一分，接下来由迪哥发起进攻。目前红蓝两队各积一分。加油加油加油，迪哥！好，迪哥现在可以来挑选你的目标。迪哥，我很快的，我很快的，我很快。我很快的，迪哥。哎，迪哥，你有本事你就抹完之后用这个姿势来跑过去啊！没本事。我很快的，迪哥。好，追逐开始，由大哥追逐杨迪，快！
迪哥又开始他的跑里面，跑里面。大哥冲啊！加油加油，大哥大哥加油！他已经跑了一圈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！他怎么这么快啊？你哥好快啊！好快啊！你好快啊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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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快啊！跑里面，跑里面！迪哥坐下坐下坐下！快点快点！站好，迪哥坐下坐下坐下！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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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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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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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跑一圈找到方法了，他怎么这么快？你说好的你很快呢，迪哥，我很快的，我很快的。哎，迪哥真的跑得好快啊！好快！今天你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了？我以为大哥的核心力量会非常好，跑得比他快，没想到迪哥跑得更快。中间有一刻，就是迪哥从我后面飞快的过去了之后，我等了半天，怎么大哥还在我身后没动？自从买完单以后，魂都没了。好，你再输还得买。好，那由我们的大哥来发起进攻。我很快，我比你快。好，没抓住，没抓住。好，没抓住，没抓住。大哥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江哥现在非常的慢，大哥使出了他的旋风、冲锋、龙卷风，开始了他的奔跑。但是很遗憾被抓住了。这个节目说明千万不能玩花呀。大哥，告诉我你咋跑的？怎么回事？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们红队这么懂花活呢？这是，我本来不想玩花活，他放我歌。他先放你跑了一段，结果大哥就开始转起来了，自动的。他一放我歌，我就不行，我就动。恭喜我们蓝队又积一分，蓝队现在积三分。你不快。来，现在由我们的杜江哥发起攻击。走，请选择你的目标。先把椅子找个可以出来的地儿，看我的速度。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，我们算这个算抓住了，抓住了抓住了。最搞笑的是江哥抹他的时候还说了一句，看看我的速度，看我的速度，看我的速度。看我的速度。不是要制服我在这里吗？他理解了另外一个节目，他以为会有一场搏斗。没有这回事儿，我们银坊一回头就逮住了。换东京上。 OK OK。 目前我们红队也积到了两分，然后蓝队现在是三分。东京是短跑，短跑运动员，这次可不能输了。他是短跑运动员。他为什么自己跑两圈？对，他是短跑运动员。对，哎，不好意思，忘了。哥，你得抹呀，你自己跑是吗？你又回到原点重新跑是吧？这不一样的吗？好，大哥，
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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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快快快快快，他好慢呐、啊，他真的好慢，大哥。加油加油加油！韩东居然等了你一下。哇！啊！哇！他侮辱我，调戏他。竟然在等大哥，大哥快跑快跑！他使出了他的愉悦。好，还有一圈。没抓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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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抓住，没抓住！加油加油！不能往回跑，但是你还得跑回来，因为我们说的是逆时针，你还得跑回来。等我，等我，往天边走，往天边走。哎，又玩花，玩脱了吧，东俊哥，本来都赢了，竟然敢戏弄我们的大哥，不止戏弄我，还让我吃了饺子汁儿。哎呀妈，太苦了，太苦了。接下来由蓝队发起攻击，你们谁来？浩明，浩明上，来，浩明，好，来由浩明哥发起攻击，请选择你的目标。好，他抹的是白羽分，没抹到你，没抹到，没抹到。他抹完之后，白羽分淡定的站起来说：“没抹到。这”这还有这还有印儿呢，这印儿还在那。划了一下，划了一下。好，他抹的是何老师没有东西，没有没有没抹到，真的干净的，干净的，干净的，真的干净的。好烦，这是他们队的战术，这是他们队的战术。好，这回抹到了，好，这回抹到了，何老师快加油加油，何老师抓住他，加油，何老师滑倒了，浩明哥也滑倒了，还有一圈还有一圈，何老师加油，全力以赴抓住浩明哥，浩明哥还差一圈就要到达终点了，使出了他的愉悦。哇，好，何老师也滑倒了，加油。好，浩明哥已经成功回到了他的位置上，恭喜我们蓝队又积一分，何老师太努力了，真的。现在是蓝队派出一个人，只要再拿到一分就胜利，关键分数了。好，蓝队派出的是杜江哥，快点了，来吧。杜江哥现在很犹豫，看看大家谁的体力还剩所剩不多。好，他抹的是银防，但是杜江哥跑步的速度没有特别快，加油！来，银防加油，应该可以追到的，快！好，杜江哥已经跑了一圈，还差一圈，杜江哥，加油加油，很关键！全场的电影票，大喊声！好，杜江哥成功获胜。好，恭喜我们的杜江哥，恭喜我们的蓝队。耶！哦，来准备，各位坐好。哇！嚯！来吧，这个好狠。这里跟分数没有关系啊，这里重点就是要选择你能赢的那一组。肯定是我，肯定是我，私人恩怨。
离得远点，我觉得很容易是吧？选择。哎，有两个宝宝手都拉上了。哈。快点手握上。还是我们的。啊？随便。对。那不都挺好的吗？已经做好准备了，没事。嗯。滚走！滚走！啊！哈哈哈！滚走！啊！哈哈哈！不是，秒杀！你稍微等一下。等，你不能在这儿打呀，因为他起身肯定是要比你们快的，你只能在这儿打，对不对？这样你们才能跑。你在人家身后打，我也动不了。我们练半天舞蹈动作，发现不用，哎，完全不用。我甚至都不能称之为一局，直接就送了一分。现在正式开始第二局。开始了，这位开始了，对，这位开始了。这位开始了，你这个太明显了吧！你这个指向性太强了。你之前都从那儿开始，对，你不都能绕一下吗？嗯。走！好，转一圈就打开，转一圈，加油！不是，李雪琴都像个假的人。不是，你们怎么往回转？好，堂哥走，转一圈就打开。三步一窜，咱们两啊两回头。啊？他们不是你们怎么往回转？让越过他们，越过他们。走，你们多跑了一圈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你俩都是往前走啊。你俩怎么还在这？你俩迈一步往回转一圈，那能往前走吗？怎么？我不知道他俩开始就在那笑，不知道笑什么。你俩咋的了？不是那舞蹈老师这么教的吗？往前走两步，这样然后回来转一圈，然后再往前走两步。我俩在这琢磨咋往前走。刚才我俩说游戏可以输，但动作必须要标准。对，这个的秘诀是这几步要大，打开之后原地转一圈，这不就往前了吗？不，老师是往后转的呀。他好优雅的往后转。严谨严谨，可以，太严谨，严谨在。李雪琴，我都不敢跟你对视。嗯，对啥呀？对啥呀？你也没好哪个。哦，小丁一直看我左眼，他觉得我还挺好的。我一转过来，哇，转过来，太难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环节，大家去穿上我们的双人连体衣。连体衣，下面的环节就是用连体衣了。来练一遍，预备起。不，后面直接跑就行。后面没有舞蹈动作了，连体衣就已经够束缚了，你们还要跳舞？你们太喜欢这个舞蹈了，两位。打开，转圈，转圈。哇哦！练一下，再练一下。还撞车可还行？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好，可以了。哇！哎。哦。
他们好快。这一组不好惹，真的。这一组不好惹。太害怕。哇，不好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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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怕了，怕了，怕了。好，来。首先，交给温暖甜蜜，你们开始进攻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倩姐打吗？你是你，对，你要站在一个有力的位置抓他。对。对，这是平常心。你要站在一个有力的位置。对。好吧。怎么这么明显吗？怎么这么明显吗？这么明显吗？这么明显吗？我们俩可不转圈了，这把。不转圈，我跑得那么快啊！不知道，好久没看了。你们这躲得太远了，根本打不着。他要用真的，看到没有？是放炮吗？要不你就扔吧。太想扔过去。好嘞。那可扔过去吗？那可扔过去吗？想而已。走，快走。好，打到了。走，快走。老秦这个点非常的歪呀、啊！你看雪琴姐。够了，可以了，够了，可以了。雪琴，通红的脸，要被瞪着也看不出脖子，特别像老秦带了一个火龙果在跑。就像是失去神经，我感觉不到呼吸，连空气都窒息。Why why I love you so？ 跑到菜市场偷了个火龙果，就赶紧跑。没关系，现在你们拥有了进攻权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粉扑在这儿。哎呦，太好笑了！干谁？太紧张，太紧张了。他们制定战术了，我就必须把他们抓住。好，对，两分必须要保定。准备跑、啊？对，咱就做起小动作，他就不敢弄咱们。嗯。选谁呢？那就打他。选谁？你准备的太好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一看这姿势，你就不敢砸我。好紧张。你能给他抱起来？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大哥，你干啥呢？不能扔啊！你干啥呢？哎呀，不能扔，不能扔，不能扔！往这儿来，往这儿招呼，打打，勇敢一点，打，往这儿来，往这儿招呼，打。打，哎，就这样，咱这把就挨抓，往死打，往死打，怎么样？来，来，咱也挨抓就挨抓，打他。雪琴姐说挨抓就挨抓，打他。往这儿来，往这儿招呼。哥打他，哥打他。定胜信，我那个游戏打不着你，这我还打不着你吗？打了他，打了他，打了他。哈哈哈哈，打了！哈
你这脸伸过来，往这边伸点，往这边伸点。跑！跑！不是学不会，再走一点，记得自我保护，必要时候奖谢。连我都抓到了，而且这个连体就是，如果有一个人跪下来了，另一个人也必须跟着跪下来。遇到了，好，很遗憾，没有能够进攻成功。我们换一个人进攻吧，没有，对，我们换弟弟他们进攻好了。我们来进攻，迪哥你们进攻，辛苦了辛苦了，放过老秦他们好不好？搞一点。哎，魏大勋。确定。魏大勋现在几分？你在预演什么？顺时针跑哦。嗯。走！走！啊！啊！快走！哇！哇！跑得好快啊！哇！好激烈啊！哇！好快啊！嗯。有风哎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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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太帅了！哇！太帅了！哇，牛！打了谁？打你是吧？好快！好，辛苦大家。